这完全是个错误。The simple fact is this: we are willing to engage in peace talks immediately without preconditions. The other fact is that, unfortunately, the other side is not.希拉里·克林顿强调，美方从来没有将以方完全停建定居点作为以巴恢复和谈的前提条件。定居点的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议，但是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谈判。分析人士认为，希拉里的表态明显是向巴勒斯坦方面施压，要求巴方同意以方无条件恢复和谈的要求。菲律宾南吕宋地区10月31号遭遇了台风银河的袭击，首都马尼拉以及附近有多个省份受到波及，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14人死亡，4人失踪。在台风银河横扫过后，菲律宾政府目前正在收拾废墟，恢复电力。上个月初，台风凯萨纳和巴马连续过境，致使菲律宾北部地区大面积遭受洪灾，并且引发了山体滑坡，造成900多人死亡，10万人至今无家可归。银河的突然来袭使得灾民们的生活雪上加霜。马尼拉南部地区有4座桥梁被洪水冲垮，22座城镇的电力因台风袭击而中断，目前还在恢复当中。而在受灾最为严重的内湖省，30个市被洪水淹没，低洼地区水深达2米，很多民房因此被毁，大片农田成为水田。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公开表示，将于11月中旬再一次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不过呢，他们也表示，示威活动与泰国政府准备撤销前总理他姓的警衔以及其他的荣誉头衔的事情没有关系。泰国政府日前表示，正在考虑收回前总理他信在警察部队的警察中校职衔，并且收回其曾经获得的两项由泰国王室颁发的最高荣誉奖项，理由是他信在拉扎达土地买卖案中存在着贪污行为。对此，泰国总理阿皮什表示，目前泰国国家警察办公室正在就此事进行协商，巴提丹巴瑟警察上将将会代表泰国警察总长全权负责此事。而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方面则表示，他们计划在11月中旬展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以揭露和抗议阿皮什政府在资产评估方面存在的黑幕。他们还表示，游行示威与撤销他信职衔一事无关。ก็จุดยืนเราชัดเจนเราประกาศเรื่องนี้มาเป็นแรมเดือนแล้วว่าหลังจาก14พฤศจิกายนรวบรวมกองทุนครั้งสุดท้ายเนี่ยนะซึ่งคาดว่าน่าจะได้ประมาณสัก18ล้านนะครับก็จะทุบกับก็จะเกหมดหน้าตักเทหมดหน้าตักนะครับ31号越南商品展销会第一次来到了越南最